准备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向大家报告，我要出来参选新北市市长，好不好？尽管宣布时机还没到，前台北县长周锡玮已经动作频频，广邀市民明代出席政策中心揭牌。千万不要再依靠你自己的政党，是我们要让政党来依靠。深陷七年卷土重来，周锡玮不要外界把他跟传统政治划等号。那我们欢迎虎哥周锡玮。自称虎哥更穿起闪亮亮的潮牌上衣参加电音趴，用很 old school 的姿势融入年轻人。潮不潮牌其实是我儿子决定的，我儿子跟我讲说他的衣服借给我穿，然后他们现在还会讲说他有些其他的衣服他觉得老爸应该年轻一点可以穿的他都给我穿。想选举就要抛弃旧思维，但周锡玮从政坛现况到新北市政多所批评，将邀请国内外专家讨论政策，也不排除找新北市长朱立伦。周县长对于市政上面有任何的意见，我们都随时欢迎，党意或个人的意志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是以民意为依归。周锡玮每一个动作宣示意味十足，就看能否迅速累积名气，抢下代表国民党在新北市的参赛权。 TVBS 新闻，萧明正、于无奇、李品 SMB 小组新北市报道。